前面，它会咬人。听说王一被咬。其实就是拿舌头舔一下，然后就是把那个肉舔到了牙的附近。你这表情实在是有点搞笑。师傅。袁一奇双手翻飞，双手一个钮都没点着，真的假的？你来微信影响我了。去了，姑娘来。我又错过了呀。我每次一进去就被人骂出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修炼千年的人才这样。是吗？修炼千年的人指甲长在这儿。对啊。蟑螂，其实刚才你弹的还不错哎。小波，那当然，我不会让一些很虚伪的东西出现。什么东西？对呀、啊，我不能假弹。